啊！不你再看麦，这一个下落的呗，下落的呗，下落的呗，下落的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吗？开始等你，你坐对路的对吗，老师？老师，那你这帮哦，是咱老婆山吼，安尼茶余饭后拢会呢，客出来安尼公公的安尼吼，哎，心实一个安尼嘛。咱呢这波来看看嘞吼，啊，老婆山去老人会啦。啊是去公园啦，啊是吼，啊是去运动啦，哎，哦，拢会去开讲，你拢会讲到啦。含去菜市啊，个讲到。哎呦，迄种够高位，你知影？查甫人高位，跨界，跨界啊！哟，啊查甫人高位，壮阳。哎呦，老师，找无几个讲无高位，就会壮阳。没有。哎，你讲那对无？那我们讲啥？你是有咧想的人对无？我有思考。你家己去讲话上爱笑。不是，我好个才有思考呢。啊无咧？啊无你去归出的呀？啊，真正。两点钟啊，你呐？啊对。恁老婆生咯，讲到重点个讲吼，咱咧扶持母牛中间照明，对啊，哈，诶，经费是用伫倒位？哦，咱除了
这个中鼎照明的用电，包括着咱的款的的香烛，对，吼，会开销吼，啊，搁有就是，获得那个顺利运作，嘿啦，啊，咱那个这咧做。你有看咧做功德回向的时阵，是不是到顶爱一个水果啦？有诶无？对，拢爱开销嘛。哦，啊，若有存落来，哦，有存落来，就亲像讲即回，咱迄款咧动土墙啊。好好。哦，即回有做起来无？哦，维修这部分啊。问题是做两文尔嘛。两文，咱无人老婆婿讲，因为两文是开老师个钱诶。诶，恁公家里面就跳将来去。好诶，咱咧即个迄个两文诶，迄个吼，迄是开我。弄掉。他都在客人两文的吼，这两文的，这都是开我个人，哎对，所以我都无甲人讲，好好，哦，啊，因为这人就较大船的好，有那抹出来，哎呦，水，哎，落公碗也个走来吃啊，对，啊，所以拖卡都会淡淡湿湿，会骨，惊老大人骨到，对，所以这回我较会讲啊，无动用到咱中天照明的经费，嗯，搁来甲塌三文起来，塌起来了哦，对，啊，塌起来。塌起来了，看到足清气想看无？哎，已经塌起来呀！哦，就塌起来呀！哈！哦，塌起来就看到足清气想的呀！对，足清幽的呀！塌起来呀！阿嘞！哎，塌起来就是想安。哎呀，这嘛是爱甲咱老婆婿做些报告之类。哎，在到咱高雄吼，有三个叔姐啊，啊两个叔兄，五个人开台车来，哎来要得专工要来看工。这个动作就是做在哪位？哟，哎，来看看，讲哦，对，做安就对了。啊，你个对啊，安尼清气上，啊，土墙佫未流落来，啊，老婆婿来拜拜，未去打着土墙来出道。啊，这都是咱老婆婿的功德呢。这咱大家人的功德。因为有恁的护村呢吼，咱安尼整个活动的环境也好，一切的硬件设备也好，会当咱老婆婿安尼像安样，等下搞咱家己后头厝同款。对啦，对啦，对。哎呦，好伟大。真努力啦，真努力！根本努力啦，功德无量啦。还是咱等于这个等于是咧替咱阿母咧做工课啦。哦，甲咱老母娘啊做工课哦，这功德介大啊，你唔免烦恼讲吼，会去枵着啦。啊，替老母娘做工课，你袂枵着啦，袂做去食啦，放心嘛。你像这青蛙吼，那去你这个是永永远远讲去你家嘛。永远啦，哎呀，袂熬袂臭啊。有啦，嘿啦嘿啦。是造福人群啊，是啊是啊，造福咱的后代啊，人呐、啊，有怪有讲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啊，是啊，恁即卖就是咧种树啊，即个工课，啊有有，好咱后进会当纳凉啊，是是，嗯，好啦好啦，啊感恩啦，感恩啦，谢谢啦，啊今仔咱的孙爷孙姐来甲咱指导，哦，真真感恩真多啦呢，哎对对，若要找老师嘛欢迎哦，欢迎啦欢迎啦，哈，迄位拢学多拜大，为大人哦，大学多拜啦，也来啦，阿妈有人大学多水的啦，学多水，阿妈也算无水的，学多水，学多水呢，学多水呢，哦，老师你要讲学技啊对不？你。阿丹嘛，恐怖你呢？哪尼？我呢，自杀呢？喂！啊，我当可是我给你笑。老师，你鬼村的日语干嘛？你全班拢捌这种的嘞？我较正经的啊嘞！拜盖咯！你甲多阿讲话吼？我又有想到一个问题呢。阿侬。阿龙嘞，阿龙嘞，讲来了后啦，有，我才发现着吼，恁即摆查某囡仔有查某囡仔，哈，但你寒人的时阵哦，伊吼门顶哦拢穿羽绒衣，遮尔高的肚高肚肚的的衫嘞，衫穿足高的哦，对，但是哦，你讲心如，但是伊戴口罩穿一排排啊嘞，为什么？顶管穿足少的，爱戴穿足凉的。对，伊个裤吼穿一滴滴呀，你啊，卡身体个抗袂牢咧啦。哦，安尼伊顶管都要甲鲜奶保温啦。下面呢？啊，下面呢？下面包起爱冷冻啊。我所以安尼穿法是健康的个对。健康的啦。你那查某人穿安尼就对了。哎呦，好，哎，门顶个穿毛较高诶，哎啦，裤个穿，查甫人哦，都不敢看啦。查甫人爱安怎穿？查甫人爱下一条迄落，迄人个日本相扑咧下迄，迄叫魂斗士蓝帕佩。啊，真诶呀！真诶啦！真诶！
迄叫做魂都是南帕皮，魂都是南帕皮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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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可能不来讲零啊配，零啊配，那都配啦。哎，阿王这魂都是南帕配，都被搞的老师。啊，那配合调的算唔对。哦，真正你呐。嘿啦嘿啦。哎，日语真正叫安尼嘛。你若去日本讲魂都是南帕配，人就知影。就知影讲要买内裤啊，嘿啦，内裤。哎，南帕配。我唔相信。阿诺。南帕皮大只的，弄个迄种的啊！你该不正经的，来机车舞。好啦，你就稍等下吼，咱来关心老菩萨的骨头的问题啦。哈，因为在变天啊咧。无啊，今仔日咱进山搞啊，卡定的搞啊，讲讲，张伟我吼要来感谢你，本地要开刀啊，即马唔免啦。骨头，伊大腿骨轮啊，骨轮才要开刀。医生有加准备讲，你这爱准备排时间开刀呢。嗯，安尼，啊，伊就是讲，我等下考虑看卖安尼。好，啊，即马就等下吼，啊，卡电话给我，我甲讲，那是开刀当然可能的，较紧，较紧好啦。不如果你开刀较有风险，嗯，哦，有当时阵啊，有成功介好，啊，若无成功，可能一世人就去了了啊。对，啊，如果你真的无一定得爱开刀，啊，佮有淡薄仔机会，当然咱卖食刀啊先啦。经常听我话了，用我好个观念方法。答应袂。一个月呢，伊即马佮回诊医生讲，哎呦，哇，你骨头较加好，哦，人真免开刀嘞。哎，恭喜你啦！虽然是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，唔过人伊讲个讲，本地袂拗翘个，本地也袂惯个，人即马有在调啊。甚至又佮解决你骨质疏松个困扰。啊对啊对啊，来记者看出来。来，接着。预备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哪回啦？你啊，老牙签啊啊啊！预备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生锈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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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个大。一二三四，生锈。一二三。是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看到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上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收礼拜，投出去，噗，赞哦。嗯，做乱呢？啊，你用二十四都唔落。哎呦，嗯，身边人用个啦。我来在。嗯。真强。来啦。来啦。刚刚看无高粱。哎，真正哦，老师你买落掉不？哎啦。哎呦。哈哈哈！你忘啊你啦？你明天要洗个盆。大伯，你介系呢？你啥啥物代？好啦。安啦。我来讲哦，阮做囡仔。你放风吹的代志，我嘛捌放过。你放啥？放风吹。我冇叫当放风吹。通常，通常一般想查甫的放风吹，靠查某的放风吹。放风吹嘛啦。哎呀，你像阮风吹拢家己做的呢。哦，那我那放风吹登山登高，拢放风吹。你有咩？什么味啦？放风吹，放风吹的啊！风吹，风吹，风中。啊，你喜欢吹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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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放风吹哈，放风筝呐、啊，啊，放风筝。以前拢念那个牛屎菇，系菱形的安尼，对啦，用个澳报纸，对，我嘛是用报纸念，啊，粗的饼啊，收的面啊，哎啦，饼啊。哎、欸，阿雷雷放风吹，阿龙阿龙念迄个尾，你看什么人念到等的？哎、欸、对，佮有尾巴阿雷，尾巴伊会当哦做平衡的动作。落尾手佮有进有进步，得、嗯、做关一日一站两站的，我呢当做到六站。家、哦、己做的呢？家己做啊，啊纸得有进步啊，无用这个报纸，报纸、啊、用迄个白底啊纸。迄白底个纸，较早咱来找过啊，过处理的底，迄张就是啊，啊红黑，啊顶管较过用迄个红纸吼、嗯，啊加八卦，加咧花样嘛，图样个搭起哩，哎，啊迄一站一站的图样拢无同款啊咧。哎呦，老师，你有进化版哦？我食鱼啊呢？我拢无呢，我干嘛去？你食酸啊？你看我。我靠，基本款尔嘞，个身高唔捌人。啊，我呢，真嘞，顶管站上细个，啊来，愈来大个，愈来愈大个，愈来愈大个安尼。啊啊，用锁锁啊，用锁啊。对啦，你个即阵我咧放风吹，我嘛有迄、那、落、個，迄、那个香扇诶。用香扇、啊。香扇啊，会当左右啊，上下啊，爬车轮啊。哦，是哦。啊，当背八字形啊。哦，会当背八字形啊！八字形我知影，我会当会当迄个一柱冲天呐、啊，一柱冲天，会当迄个九十度下坠啊！哦，是哦，哎呀，啊，看是要走环的，要飞环的啊！哎呦，老师，哎，拢会当 Q 啊！你我那放风筝的达人嘿、欸！我唔是咧分家规个过去，较早咧放风吹，那咧烧胶，我唔捌咧输人诶。都教人烧胶哦！哟，迄阵放风吹烧胶风吹啊！啊！那变化加着，迄个人的风吹就断去啊！啊，歹呀！风吹断了线，家火了一半。哦、啊、哟！放风吹上加加就是呢，我线断去呀。对啊，因为阮咧线顶管，阮有把迄个架高，架高就是有一只弯弯的啊，把你咧线呢，啊弯来来，啊你的线到线烧破，劈一个就断去啊！过来来阴的啦！哦，那不是阴的，那是明的。难怪人家做单纯的，个唔爱搞，叫什么搞啊？叫人搞我怕。无，你那唔叫做单纯，那叫做好呆。你那叫啥呀？叫做好呆呀。单纯啊，就唔想讲会当人搞我怕呀。一当山都山开掉了，伊就登去。啊，因就去捉迄个风吹啊。早前咱恁做囡仔时阵吼，去做这物件通耍诶。以前我一个同学走去参加北风吹比赛。啊，老师，你敢有去？我当然嘛是有去，你冇去，人家帮我上。我放的啥蜈蚣、亚钢啊，一层一层的亚钢，三十六层的亚钢。哦，那个是你哦。你敢知啊？那若叫飞起你哦，那囡仔救未掉呢，挂囡仔，挂囡仔飞起呢。所以那囡仔是在身边啊。对啊，那囡仔飞在空半空中也害呢。好呀。前下新闻咧报，你拢冇看到呢。有没囡仔啊？果然啊，咧放风吹哦，年纪那都爱细腻啦。唔管你伫房间咧放风吹，还是伫客厅放风吹，还是伫地放风吹，拢同款啊。在客在房间无法度放风吹啊。吹无同款的啦。你房间内面要放风吹，都爱吹冷气。咱即卖咧讲放风吹啦。啊，放风吹。哎呀！放风筝，风吹，风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吹到高点弄下，一声，风吹，风吹，喂！哈哈哈哈哈！时间超过了。哦，啊，你无要讲你去参加比赛的结果对哇？马仔续续集，马仔。哦，放风筝续集哦。系啦，马仔甲讲续集啦。老师去参加哟。你敢知啊？我咧未记炸山去啊。你未记得炸放风吹的线？风吹有炸去，啊都无线。啊，那个我多啊，就是对。我摕第一名登来。那有可能你个无线啊？你话你甲恁朋友借？无啦。恁朋友啊？无啦。你不甲借？袂啊！我想到啊。安那？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吼！我煞未记讲我有哪有一条咧？那有。有啊！我那阵团员高连，屁股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臭鬼！我那有伸缩诶，什么伸缩？好啦，较正经啊，不正经啊。
那无啥咧骨头先顾好较要紧。拢伫遐酸痛啊！人个正常本地要开刀啊，即马唔免开。对，老婆仔，你有安尼无？我来讲，过来讲，咱蔡太太，在台中的蔡太太，真正实在蔡先生，世上吼、是疼某啦。伊专工对台中市哦开车载因太太落来佛堂拜拜兼催我，就是为着因太太。无法度通去行路，骨头病啊！因太太两只脚无法度起来，伊拢走去住迄个玻尿酸啊！玻尿酸，迄脚我拢两只拢住玻尿酸哦，啊，已经有住两遍去啊，等于住一年啊，伊就住一摆，一礼拜住一支嘛，三礼拜冻半年嘛，啊，伊住半年了，佮住一摆半年，多一年嘛，啊，了伊想唔是办法哩。哦，伊是讲，若有免去住迄个玻尿酸，免靠用住的，若有搁较好方法，大家嘛无爱用住的。当然咯、尾仔伊有落来找我啦，啊，找我，我有甲讲，我讲你找着人啊。迄脚腕要开刀的人，到落尾接到我好伊的观念方法，差不多十个还搁有八个成功的啦，还搁有八个成的对啦，拢唔免搁开。人自然就好好溜溜啦，但是我有甲因讲，如果若好去了，你蛮个莫动啊，因为你若个莫动个伤着，哦，得个爱个用时间顾，咱好不容易顾会好，难通个莫动。像讲咱个水呢，物件干嘞，可能十斤咱来讲，咱会当个分做五斤五斤，还是分做三抓两抓呢，忙做一摆就对啦。哦，看咱个虽然时光你顾好去啊，唔过。咱也是卖个较伤着安尼，对，较了扎实嘞。啊，世上人因太太即马无问题啊，看要来菜市啊，要堆要逛散步，拢无问题啊。欢喜噶！袂以前连牙怪都无怎行路呢，牙四口好啊，讲也无怎行路呢。相信咱就老婆生吼，伊个脚腕那是退化了后吼，伊个即嘛是拢有影响，规身躯关节嘛拢。哎呀，哎，为了要穿衫裤，手都也袂关。哎，面连条面筋都困难啊！人即马拢唔免烦恼啊！所以咱的观念是规身躯的骨头，家己顾透透。啊，对，先当然关心嘛，超级功夫。来，鼻孔竖开，竖到丹田紧开，好好，嘴合合，爱提肛卡正立立，好，我来讲伊，正平一脸，正平一脸，倒平一脸，倒平一脸，头前一个也比一个较好伊，二就是两年，三年三年，一口气五年啊，不要紧，好好，我来讲伊边，姐姐。我的梦，是。我的梦，三。是。禁止了久啊，这摆全部拢拼无喘气的呀！真的吼，这摆呢，没讲这哦，
哦，你袂想食咱呐？袂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来讲个阿呆啊啦。阿呆啊。阿呆啊，做爱阿花啊。阿花有爱阿呆无？有无？我唔知啦。哦、啊，着阿呆啊，着爱想尽办法，要甲阿花约上手安尼。后壁做，怎叫做约上手啊？就是讲要甲勾起来啦。哦哦哦。结果约五年，甲约着啦。哦，有勾着啊你啊。哎呀。第五年约到第五年了，把阿花带去虎梯路。约到要人带去虎梯路。五年啊，吼、哦，带去虎梯路安尼。好好。工课一个办了的时阵吼、哦，阿花来讲，大啊，我是足钦佩你的呢。钦佩我安怎？阿呆讲，是安怎？系啊。你是足有耐心的呢。约五年啊。你安为开始约我？约五年才约到安尼，哎、嗯，做代志当然嘛爱有耐心。哦、你是做耐心的、嗯，我是讲哦，你安尼用五年的时间搞约到，嗯，啊，你工课办满两分钟就衰啦。好，这真莽撞的思维呢。你搞约五年，啊，工课办满两分钟，哇塞哦，真阿袂好。猜猜猜。啊，你要安怎？真烂了！老师，你讲的这么正经的，哎、欸，安尼不正经。我要讲一个正经的，我来讲就大雅哦。有大雅吼，有一副好心肠啊。有。伊啦吼，要去上班的时阵哦，拢爱过一个天桥了才去上班。哦哦。啊，伊过天桥了吼，拢有一个乞丐在遐咧分哦。哎呦。大雅，逐工呢，拢给伊一百块。哎，一百块。门啊，在嘛，给伊一百块。我伊过嘛是给伊一百块。即摆有一天啦吼，大家给伊一百块的时阵，哎，迄个乞丐就讲啊，啊，先生，安怎？你稍等一下，安怎？我找你二十块。哎，即摆啊，现在爱找钱。哟，迄大家就讲，哎，啊，我给你一百块关系啊，是安怎找我二十块？现在要找二十块。系啊，即摆乞丐就讲啊吼，所以唔知影吼，阮今仔日是阮丐帮的周年庆，所以带你拍八折。哈哈哈哈哈！乞丐有那本周年庆呢？我实在咧进步，连刚去只可能用刷卡，今麦叫刷卡啊！啊，可怜伊啊！好啦，我来讲迄个阿呆甲阿花啦，迄、那个因两个人哦、喔，结婚啦！哦，有结婚啊，阿爷有啦！啊，结婚了，今麦食饭，暗时食饭饱吼，阿花就甲呆讲呆啊，你去洗碗底啦，碗底洗好好吼。您做嘛？银行卡，你三块一个啦！哦，阿呆呀，阿呆，赶紧洗碗吼！真正，哦，都赶紧洗碗呢。足勤快耶！对啊，对啊。安尼结婚经过两年啊。两年经过啊。嘿啦。迄个阿花讲，暗顿食饱，阿呆啊，你紧去洗碗。啊。安尼啊，多想要洗碗呢，阿呆啊，拼清汗呢。啊。他妈，我死啊！我这里、個，哎呀，你够好柔练啊！硬硬啊，你够好我摸我抡啊！你啊，啊，操你妈！你记那个电话？你记起生话，你做嘛硬硬就帮你耍我，我给你死！台中阿雪姐的歌，我帮会受爱人。我较爱你，我爱你，爱你不是一日也两日。我不甘不甘，予你孤单一个听兄弟。我希望能陪伴你身边。但是我。只有你来，忘你叫声音呢？我冲啊死！直接用蓝调了。是。
无奈无奈心情就想要安慰你，我希望希望的陪伴你心里走不掉。夜店在他乡，只有人来，只有人来。梦夜想你，这调都唱袂好势，真真。啊，你用这个唱唔对。这就是我们导播家设定暂停的遐，啊，所以伊的调唔是女气降音。我是中，下再要对起的时阵是用女调声，伊的对是 OK 啦。啊，但是伊即马那个关那个，那个暂停的遐，伊就搁调搁变的。因为咱这唱几落摆啊，袂停调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不爱很气很唱？逐摆拢爱伫遐暂停的状态，哦，对吧？那个好呆，那不多，好啦，那个，反正我那不是歌星，我乌青啊。今天我那歌星啊，唱完那个电视就来拍我这一样。他讲我拍吗？哎，那电视公司就讲颁奖啊。你看，那电视界面出最大。我抛开叫我更新。所以电视公司做个抢完的就是安尼啊。伊讲哦，你若唱两条，我挂阮电视机袂过来。老师，咱老婆生伫遐咧唱诶，嘿，只肩胛头咧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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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一个吊一个样咧，咁我较紧甲咱老婆生关心伊咧骨头病。好啦，哎，老婆生，咱讲真正吼，即个骨头要顾会好吼，毋是三工两工。你若是想讲啊，我三工两工、三工五工啊，特别有好啊。这无可能，哦，过去较早大家都是拢有这方面的，会关心讲啊，我三五工看会好未？无可能的代志。老婆生，你的骨头用几十担啊？你伫这行去菜市啊，行半点钟，伫菜市啊，菜买买买，当然拢病远呢。哦，你敢知影？所以你要用淡薄时间去家照顾。咱这骨头你若无安尼，无免咱当时冻甲老啦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！你一开始你忙啊，想讲哦，我迄个骨头我甲顾个，我要飞天正地，先甲顾一个，卖好酸抽疼，安尼刚好。哦，先顾一个，卖好酸抽疼啦。哦，啊，临工要来搬山过呢，临工要来吃薄饼，开来吃薄饼，唔多要安尼想，要一步一步嘛。慢慢啊来。哎呀，啊，你等下安尼得着啊，一步卖好酸抽疼，这就无问题啦。咱的双手听拢听一对，听你观察，观察，观察。哦，啊，咱会观察些那双手听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有个人过去较早的时候做过头啦，啊，咱做工课咧做，咱爱叮当啊，啊，做过头伊就有磨损啊，但是有咧做无咧顾啦，那无啥咯。啊，算磨了个听。对啊，啊，你即摆随着年岁较济，啊，咱的骨头一直怕。软骨都一直磨损，到落尾无多生嘛，伊就骨甲骨烧磨，无怪会疼。老婆生，你甲想看卖，这骨甲骨是咧烧磕损会疼，要有好解靠三工两工会好吗？不可能。一粒石头要伫咧水底买卡青池，嘛都要练真久，较练的卡青池呢。
不是等的明仔载就卡车底下是无可能的呢。哦，对不对？我这人是老实讲啊，真侪人你看过去较早食什么碗糕家，对，哎，碗糕家是我讲的啦。阿爸也，我爸你讲的足歹听。这那什么小家哦，那这真卡人嘛？有对人流行啊。食无好啊，食无好都嘴都歹听啊。这那什么小啊？啊，那上回无好得啊，我出来真卡人啊，但是伊无歹话。伊无歹，伊无歹意啦。伊意思讲啊，去开钱啊，食袂惊啦，食什么碗糕粿啦、碗糕蒸啦，拢无路用啊。那么说，咱也是用较传统的，因为咱介济人就是拢想讲哦，我要对流行，要创什么创什么。要试看卖，健康卖当试。你唔是白鸟试啦，无迄个必要啦。哦，你个想讲二十几年来，咱用同款的方法甲观念。照顾到偌济老菩萨，手业袂开，正业开啊，看业袂富的真下贵啊。老菩萨哦，以前有诶，盼望个地个加落来，即马拢卖啊。你甲看，敢有得爱用啥物碗糕糕、碗糕蒸？唔免呢，用上个传统诶做法。老菩萨，安尼毋是搁较安全吗？老师，搿是一个案例。啊，当然，你讲案例，我就袂搁徛开啊。好有条件，这样徛红看一个。我这无伊无在，完全拢无在。啊，看你啊。好。这拢无伊无在了吼，这拢无伊无在哈。啊，我今麦安尼甲徛开。对。哦，徛开哦吼。拢无在。这都好无伊无在哦吼，看你吼。哦，安尼哈。嗯。一卡，我老菩萨，你免像张威安尼啦，免啦，你免像我呢。我这是已经。要讲起连骨都十担啊吼！而且老师是六十四岁呀哦。这啊，但是连这就是骨头精地之下，就是你骨头爱好啦。未使有骨质疏松，要当关节酸痛。哎，有的老大人拍一卡枪，变那骨的质啊。那个是严重骨质疏松。哦，啊，有的人要干物件，剥一个手软指。嗯。一个老菩萨，你敢知影偌好笑？安那好笑？是嘞吼，伊讲捡龟类吼，啊龟类全脚腕破啊，手指嘞全全指。粉碎性骨折上蛮好。嘿啊，伊我讲伊好笑好笑安怎你敢知？伊讲个路卡起来啊，我唔是路卡起来，是你人劈落。天哪！你戆伊安伊？伊讲我开无代无是看路拢卡起来，是你人劈落，唔是路卡起来。有啦。啊，到落尾嘛是讲，这都爱有方法啦。哦，要甲骨头顾好，迄毋是清清菜菜。那我即摆来过来讲到咱啊，大嘉义吼，嘉义诶王先生，嘉义王先生吼，伊过去较早头路做得袂歹啦，啊都伊家己本身咧在咧做建筑诶部分啦，伊后咧冒土水，后咧冒木板啦吼，都做建筑部分诶工课啊，都反正白天啊啥诶拢伊拢会冒着就对啦。今年有那七十六啊啦，好有会啊！但是伊已经甲工课拢放五斤啊，放五斤啊！伊讲伊六十八岁都放五斤啊，哦，伊都无做啊！我讲啊，你看伊阵唔是做，他说等下伊讲是身体袂堪得啦，安尼啦。伊讲哦，较早就伤过做，哪里讲的有咧做无咧讲，哦，那困起应该哦，你咩翻身啦，规身躯疼了了啦，安尼啦，热门参考。拢无多一个水化出来呢，爱徛一个啊。做过头伊啊。哦，啊，只我都化出来啦，安尼啦。啊，讲哦，那旧咧起物件要白开哦，啊，得按工资一日较白起来啦。伊讲啊，我这样要哪个做？哦，结果是我讲阿婆生了，好啦，无咧做就好啊啦，啊，无咱甲骨头顾好，来游山玩水无问题啦。哦，安尼。伊讲啊，我这好顶了下无晒，过要游山玩水，我一个办法方你。迄学生真正用三月你的时间，伊真正够勤的。三月你的时间，就认真人顾伊骨头。安尼教进七十五啊，好，规四季都含人去佚佗，佮甲我讲伊去爬山，我是也无爱信啦。有够有彩喏，佮含人去爬山呢，哦，真正。赞。耳朵甲伊讲，即马拢袂酸痛疼。对。袂以前哦，哦，讲困醒开哦，讲连要翻，我咧翻一个身，要落面真甲打袂落去，足侪人安尼个咧。侬该成功。那无啥呢？骨头的问题吼，咱讲熟悉啦吼，迄个风湿性关节炎、酸骨轮、痛骨折、腰酸背痛，注意听哦吼。倒了门床未翻身，脚伸未直，落门床脚踏未落，去到便所无站，骨无站坐。啊，人个骨真个坐落，坐拢爬未开，爬未开。有诶民警咩呢，都手脚未惯啊，老婆生咯，
安尼边装桂林，旁边也滴，安穿穿穿，哎，腾空开开开开开开来到嘴，喊到无半滴。阿妹，你边安怎？你为一年一年这，关在一，哎，骨头会愈来愈严重，你若无好去，就愈严重。啊，没有好去，就有方法啦。那无说，听张辉的啦哈，张辉实话实讲啊，咱卖要求伤过济啦。啊，张辉都甲你顾，甲你当作家己的亲人。哦，过一日，咱就咱咧歹天，卖安尼胃安尼胀，卖安体温疼哦。啊，过一日手压会悬，脚压会浮，啊，雨顶下会过。哦，啊，出门唔免靠压乖啊，安就好啊啦。咱卖带伤疼。哦，对不对啊？你搁低头起来做工，要运动行走几十年，万搁想遐啦，老婆山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来啦，无娘啊，自卑敢保庇啦。身体健康吃饱呢，让你脚行、手行用心命啦哈。来骨头。来干一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。在国人团结努力下，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。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提醒民众不分行业，务必落实社交距离，室内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1公尺。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，应佩戴口罩。另外，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，并采取实名制，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。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，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。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，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、室外500人的限制。防疫做得好，恢复正常生活步调，没烦恼。来，用这个朋友老婆生，咱要来上山，要落海，要往东，要往西，起起落落，唔免人甲咱胡插拍。咱家己来。老婆生，你有哪做会到哈？有。来，阿丹来，我靠这罐。该靠伊呀。哦，这罐是啊，欠甲来袂掉，逐个月销售量拢排第一名。看一下来，飞燕洞的哈，啊，飞燕洞的哈，牛肉三面750的哈，看下啊，固固勇啊，好来，谢谢。飞燕洞固固勇。这个今仔我甲咱报告哈，一组吼，一组就是固固勇。安尼啦，哎呦，老师你来去接这关出来。安尼，啊，够。这是什么关？你接这关啊？安尼啦哈。这两关是固固勇。安那。这两关是定级的上盖站，咱老婆在说欠的。对啦。就是咱的盖是定级的哟，上盖站以外，搁一罐水的葡萄糖安逸。来啊，等你哦哈。咱老母娘啊吼，哎，这个。花露水先生，花露水捧着两条，你洗平安啊！老叔，给咱打死鬼哟！安尼，让你洗平安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啦吼。对，安尼，让你开2500啦。2500块。阿伯生，有够俗的。足俗。专攻你无得通去买安尼2000。俗个满意呢？你真怕有起来，我这罐阁教好你。刷电电话卡，我通去结账。不用。安尼啦，安尼，让你开2500呢，阿伯生。2500块。你无健康，有哪无法度啊啦？啊，你若要去开25000，你就去开25000。啊、你若2500，何你出门唔免靠牙乖啊？你进店里来光阴怕好痛啊！心态健康，相信我张会教。对，身体你就会健康啊！销售22年啊！22单来哦，你看看偌济老婆生，3块斤我以为价钱大家用尽钱。固固勇，店里光阴怕好痛，12个就好哈。光阴好，12个怕好痛了哦，咱再加一罐哦。哎，来3罐的固固勇，加2罐的定级上盖站。搁一罐的水的葡萄糖胺，又得2500块。0800-01-2589啦。0800-01-2589。早时啊，还袂食饭之前，先啉一杯，再一块杯啊吼。水的。啉一杯，一天啉一摆就好啊。好。要直接啉嘛，是要甲泡烧茶拢会使。对。啊，早暗。哦，早暗这安尼一行一行，加食一粒豌豆啊哈！你个个真正做清净，做娱乐啊！来啊，欢迎你个人出去佚佗啊！来你好啊！什么人要做第一位？喂，咱倒位啊？莲阿区，莲阿区来一双试试。一位啊！来赶紧来啊！0800-01-2589的电话啊！咱这组已经销售22年啊！对啦，顾顾用莲阿区这老菩萨。这有哪有哪吃香菇啊？当然哦，伊对咱产品是要做额度，就有交代的。来第二位什么人？啊，红山。红山啦，这组敢买袂贵？唔捌。唔捌哦。唔捌。哦，唔捌啊！安尼你出运啊？
来来，咱二线，咱二线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我是江。你好。哎，咱等一下。我大了。大了啦吼。我走过过了。过过勇敢不过。我捌啦吼，来沙山沙山，说啥？吃完碗鱼了，搁等来买呀。这老朋友啊，哟，哦，老婆生，无伊呀。这唔是分家开的，来了。啊，我是做。咱多少？多少位？新店。来一山新店，来一山说啥？你买两桶糖条哦。来了。喂，嗨，好的，来一山做说啥？空不空空？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。这款是最爷葡萄糖安逸。要讲起来，咱该有福报啦。真正电话靠有通。张威这人无咧讲假话，啊，尽量替大家省，互你伫个减开经营之下，开足少的钱，但过足大的健康，这就是爱咱张威安尼咧做。那无啥咯，今仔你看我节目含我有缘，张威绝对要甲你 Q 我掉。想就窜出来。啊，记得赶紧啊，来你好，喂。喂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我要即卖买你一个。富贵友，咱住住伫倒位？我内里。内里来一双来试试啊！内里是不是保健品？介只老婆煞无咧谈啊！嗯。所以我今仔日袂安尼，要讲开阿婆吹过倒头。乐观啊！当即拍电话，我一箍钱都无甲你提落。乐观，才2500块老婆。阿母的囝吼，都咧做这个工课啦。你好，哎，来二双来试试二双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嗨。来沙山做试试，赶紧好哦，即马有优待哟，赶紧啊！哦，咱老婆在咧食鹅肉，即组讲好，比伊伫外口买迄什么货、什么货吼，一个较实在，一个较满意。因为哦，你若买一撮饭、一撮鱼啊，搞老婆在咱揣无偌济钱通开啦。所以咱钱拢爱较侪性命，爱算个银银银啊。钱也毋是刷咧遐壳啊，歹赚诶。但是今仔张伟安尼做。我嘛有想着讲，咱老婆三无咧谈啊，有诶根本嘛未谈啊。但是健康未使无顾。对啊，你未使无伊啊。顾顾用。啊有钱人食起，啊无钱人要安怎？所以今仔张伟姐安尼做，阿伯三电话赶紧拍互通。赶紧哦。时间到都无未啊，来你好。喂。嗨。我问你吼。来一双好问你来，来你好，喂你好。我要一组。住哪里？我是朱月儿。月儿。月儿姐。来一双来一双，谢谢啊。中部的啦吼，哎，你这通电话吼无白卡。来，你好，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吼，哎，我今麦看张伟的。哦，好嘞，收工了，谢谢。你做文吗？新朋友，你真正决定好，伊们做一个对的决定。一通电话改变你的运命。一个念头。老婆仔，一通电话改变你的运命。无你年岁一年一年侪啦，无顾未使。你无顾，你即马一年一年会互你愈来愈困了。啊，明年要安怎啊？安尼要安怎？嗯，那无啥咯。真正到落尾，你有当时也出不到镜，我骗你。所以看出健康好第一。哎呀，那你好。哎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我问你目睭有好无？未使讲啦，这。这都不得吃那些什么？对哦，没，你一天到晚拢不得看。啊，老师已经讲的真正也问题就是安尼对啦，因为你顾顾用啊，阿姨你讲别项啊。真正你也知道，你啊你真正爱去问新民。卡掉你啦！你有去卡掉？好的。总看无，算人创啥？搁你问伊，唔知你妈进攻的干么？你卡进攻的干么？好啦。安尼天到晚呢？伊这不是讲天都娘呢，这个跟老混蛋一样，这样样子。那不过是开一通电话呢。空八空空空一年五八九个两分钟。再要两分钟。头拄只有买到的老婆衫，我甲你恭喜。啊，那买无到的咧，哎，一公秒，忙啊，一公秒，一公秒。电话赶紧拍互通。嗯。哦，咱会记住，这组物件是咱老大人的圣品，每一个老大人拢需要伊。年纪有啊。那有这组。楼顶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，你拢听好扛，你拢免烦恼啊！来，你好，我一组，来一双试试，容易啊！你看，还剩一分钟呢，还一分半钟啊，一分钟，时间拢你不时间呢，真笑你死！来，一分半钟啊，老婆仔，头拄个卡无通的，赶紧啊！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。三罐的固固用哦，两罐的定时钙哦，一罐的葡萄糖胺。我甲咱家老婆婶哦，当作家己的，所以才有这些啊。你今嘛就电话爱关机，你无卡我找你袂到啦。所以老婆婶，我丢你袂掉啦，你电话老拍开，
张威叫我多给你医护掉，咱这健康，来你看啊，咱够未来，嗨，大多卡搞吃顿的，来二线，来二线，二线啊，好多是个这，哎，你挂灯起啊，是我转来啊，你都色情啊，人爱袂接你就敢挂灯啊，哎呀，你爱等小姐给你接吧，你也较精工的，真正样，来你好喂，哎，啊，我会做哟，咱挂你周围。我带点皮袄去。皮袄好嘞，一双嘞，谢谢七米啦。哎，主要看你爱好诶，爱边啊，爱更加需要顾顾。哦，那新海风诶更加需要，啊，恁做事嘞，单单地单嘛拢爱。早前诶做事人也是吼，伊吼咧工课上吼拢爱呀。哎呀，哎呦哎呦。作秀诶呀，看我优待老师，啊，无你吼，既然吼恁关系老婆婿，要照常有优待咁好。好啦，啊，我来分吹啦，啊，恁电话继续拍啦。赶快有优待哟。重庆电话拍过来吼，啊，拢小姐咧接无吼。哎，记住啦。空不空空空一厘五百几嘛？喂，哎呀，来来，二双来，谢谢，二双，二双啊！老婆，三零电话继续卡。九号。九号哦，九号是咱的五个蔡秀娟小姐，点一首出国的音呐。这首歌给咱表哥嘛，该会听哦。来，送一箱老婆仔到连云上。
啊那平常时哦，生活当中什么代志拢爱较轻轻俭俭的啦。有俭较有得。你看像以前吼、哦。阮做囡仔，那喺客厅吼，日头那无落山，客厅拍电话都唔敢张呢。一二十几个哦，五只个电话簿啊，拢唔敢张，拢得等下日头，拢完全落山去张火呢。这细粒命呢？是哦。一路以前的一电哦，无遐方便啊。无像即摆厝无，一日挖角就一拍火，一日挖角一拍火。哦，阿火拢拍几工啊，光平平，安都变讨债哩。哦，像即摆一生活一个方便的，拢会讨债啊。物件较早阮做囡仔，阮阿妈咧下甘蔗咧卖甘蔗，正头正尾都开，阮都搁捡来下，我拢食正头正尾啊。哦，对不对？拢嘛是爱安尼啊。较俭的。古早人讲哦，近水都爱烧水。近水烧水。嘿啦，近水都爱烧水啦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哦，以前都无像即马全都有水，无迄个自来水啦，拢爱靠啥啊？古井水啦，古井啊水啊，无啊溪啊的水啦，家己寻的啊，哦、对不对？拢是安尼啦。但是水，并不是四季拢总有的啊。你通常一般以前的庄头，那一个庄头内面可能一口井、两口井尔呢。啊，迄溪啊，无一定逐条拢为恁头前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住伫个古井边个，爱溪啊边个，个人当然伊要舀水就较方便啦。啊，那离较远个人要安怎爱打？打水。嘿啊，爱打水呢？阮较早做囡仔拢打水打大个呢。迄打水哦，有细面个啦。迄打水要打甲一桶下袂转哦。迄身躯爱含笨打，当济心，你都袂转。哎，所以人个一桶下袂转。哎，半摊的口口做的是安尼，有细面甲无细面差介济啊！啊，咱讲真正，效率无同款，因为哦，这水桶内面的水哦，是对脚步咧下，啊，你若无顺哦，伊就会抓出去啦。啊，等等，吼，你去等到厝都剩半桶。哇，半桶！如果你若半道吼，去有搭着跋一道吼，你就要搁去抢一摆水，总了开了开力的啦。虽然拢要讲开含这个溪，这个溪水啦，是古井离较远的人食水较辛苦，但呐，住伫水边的人却是往往哦，就是抢水方便呢，爱就拢讨债啊呢。所以因厝老祖先才会讲哦，近水就爱少水，意思就讲哦，因为你用水方便啊，反倒等哦，对不对？就爱搁较省水的哦。为什么爱安尼讲？为什么？第一就是爱体贴个无水通用的人的痛苦，人倒咧无人用啊，你有通好甲倒掉伊，好对不对啦？人咧无人食，你有通食出咧甲倒落喷烫的，安尼讲意思嘛？嘿，你看迄非洲，嘿有诶哈无神都要哈无神，即哈无神呢，可怜呢。哦，所以过来就是讲爱珍惜水源，留一寡好一寡，迄、这个别人通好用。啊，尤其是呐，住伫个抗旱的时阵，像咱即马，对，更加都爱搁较爱较水的。咱即马搁欠水。个人就是用养生的烧水的习惯吼，你呐也要烧水，你就会烧天下任何的物件，自然哦，都会有加出来啦。你有欠惯习啊嘛？即句话其实在咧讲咧，讲物件虽然多，但是袂使浪费。袂使，因为你坐啊，就甲浪费掉，也袂使安怎啦。伊要传达的是讲，爱去你俭俭啊用，爱修福哦，爱有这个观念。不止个人是安，家庭嘛都爱安尼做哦。啊，无讲一个粗嘴的，时间无人接看面咯。所以，阵大家拢该重视环保，这个环境保育，近水、少水这句话，以这阵哦来讲，特别有意义啊。如果今天我们若无珍惜地球这个资源，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面临到这个无资源通去用哦啊，这个看那个树拿去消失哩，动物绝迹呀，咱讲真，这悲惨的境地啊，到落尾真正人有哪样拢无去，所以近水少水，虽然古早话一句，但是一点啊都无浪过啊，老菩萨这到当时拢总有适合用的对。安对唔对？好，做道理嘅。人爱俭啦，爱较珍惜诶。
该开咱就爱开，该欠的就爱欠，该开较侪嘛，较开，该欠的一箍银都未使开，哦，老菩萨对不对？重道理。那个当生的元月慷慨两倍啦，当生的就会当做元月，啊，那慷慨就较两倍啊。怎么知？啊，古早就有咧讲啦。人欠靠底啦。哈哈。哦，我怎我讲对不对？哦，足健康诶。来啦。点歌时间到啊，你健康不健康？我就想讲哦，我这世人袂安怎死翘翘，我会拢让你赢了赢死啊！老师，你是有咧修口的人啊？啊，我靠，再有咧修口，我无就害啊！真正，那无啥啦，你那不是讲我心中太有力哩？啊，像这你这我逐工赢哦，哦，真正拢真没话了哎！真正，我骗你，那无啥，你连电视拢无咧看，你白点看。哎呀，金发！哎呦，老师，你讲到这心中的问题吼，你敢知影？安怎？等你啊，讲好啊！来啊，点歌来！七八九空八八空，七八九空八八空。屏东的电话五波头，若要跟点歌头前接哦，你加一个空八啊！空八嘞哦！七八九空八八空啊！来，你好，帅哥美女老师你好，哎，台中第一，啊，我要点爱饮醉落去，爱饮醉落去，阿帅的公主，我要拜一龙啊！谢谢你，啊，谢谢，好，来，你好。张威，喂，喂二，哦，帅哥美女您好，有，哎，我不能这样，有，我来点一招无言的酒杯，无言酒杯拜二号哈，好好，感恩哈，好好，拜拜，来你好，张老师啊，你好，蔡秀娟，你问的用的我收到啊，出个客音啊，张宇，无记得什么歌啦，这个出外音啦，出外音啊。嘿啦，哎，马上出国去，哎，听到啊，嘿，阿姐好听嘞，好好，阿你好，这个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喂，张伟张英你好，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叫以兄之短，哦，拜三二啊，谢谢，好好，拜拜。无啊，阿你有三条链，老师你就是点讲起来话，你讲会记哩要让我念，你袂记口。来起来，来起来。我想老师，你今日动作给较优雅咧。啊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忙啊，菜啊，来，起来了，来。你哈哈哈哈哈哈！啥物事啦？手腕你搞什么？无你拢安怎？你拢安怎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是什么意思啦？起来啊！真正有影，有无啦？有啊。喂。我姓林，我在点苏联的日子。苏联的日子，拜四号哈。感谢。好好好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邦桥姓郑。郑中基。嘿，啊，我必点一个了，万兆歌辉。万兆歌辉，拜五号哈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哎，张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在点嘛，我中和哈，我在点嘛做那个妈妈的摇魂。妈妈的摇魂，给你拜哪去哈？你中和生啊 ？OK， 好，谢谢哈。好，好，好。拜一呀？啊？暂时别停。哦，马仔啦。啊，你马仔呀？啊，你什么人啊？我春梅。哦，春梅啊，你呢？好，哪个哪个？好，来你好。喂喂。啊，这人严重。是。一条出街呢？点，你好。天星破天台，天星破天台啊！我的腰好，谢谢啊！来出路去，来你好。哎，张老师，张爷爷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三条瓜哈。来，咱到位。嗯，我当家是单。哦。我三呢。三呢了哈。是的。好，拜拜好啊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来你好。哎，张老师你好。周先。哎，麻烦帮我点一条怀念的播音员。高和的哈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张辉老师，你好，我台中黄月娇。哦，阿娇啊。我要点那个朋友情。朋友情爱讲台语啦，你讲国语，我会找着讲伊官语。好，再无啊，好，再见好。OK。哎呀。哎呀。咱尽量讲台语啦。你若点台语歌，你就讲台语。有啦。国语歌，你个讲国语。有。啊，你那点英语歌，你个讲英语呀。讲 English。系哦。啊，日本歌来讲几句，霓虹的呢？哦。霓虹我打的是呢。哎，什么歌啦？情人的眼泪。情人的眼泪哟。嘿，福山的爱恋上点白歌曲哦，来山上那菩萨道点来欣赏《情人的眼泪》，听歌。
啊，老师在讲的吼，咱人啊是受到刺激的时阵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呢吼，咱诶心中会未堪住，甚至哦心中会惊去个有哦。即阵哦，心中叫夹开，随时随地，咱拢常在看着。嗯，是的，电视演的迄不是演戏哟，迄话各种是。赶快拢是发生伫咧生活当中咧。前几工伫咱即个海产店伫咧备钱嘛，大家去伫咧食物件，啊有一日啊无代无志咧备钱嘛，都温落，送去平伊都袂赴啊。店员也要惊死。店员大家拢走去收惊。看到现场。啊，无像啊，你甲看嘛，我走去备钱嘛，食钱嘛，啊无代无志都温落啊。相信伊嘛唔知伊发生即个代志。哎，甲知都袂去啊。阿伯山心中当时要免开，还无人知。哎、欸，我为虾米你知无？为虾米？因为咱的血管内面吼，咱年会有啊吼，血管内面拢会有一挂血夹啊，血栓呐吼。啊，咱尤其是个心中的血管哦，有可能拢已经卡加拢稳得只宽哩。对。啊，即马卡加存啊，存只矮啦。嗯。稳得只宽哦，只宽，即马卡加存安尼啦。存安尼。啊，所以。啊，即马血管呐，流来个将塌哩只，拢哩位置拢尖条诶。未过，那么算，当时要踢到唔知啊。心中，踢到卡卡吧，踢到手手吧，踢到脑脑中风，踢到心中就急心嘛哩。啊，所以咱有个人讲啊，我心中好歹我要甲知，那么算我先甲你讲哦。你咧走路来平平喘的人，你都要细腻啊啦。哦，尤其是那个咧爬楼梯，喘未过来。哦，心中无力。因为我先讲讲，你若有食薰啦，你薰爱戒掉，听张辉甲你苦讲。为什么薰对身体更有？薰油，你到那食超过二十年过的人啦，可比如你二十岁食薰，你真若超过四十岁过了，你已经超过二十担啊嘛。食薰呢？嘿，迄、那个薰油，你敢知影偌恐怖？偌恐怖。譬如讲，你为即今日开始甲戒薰安尼啦。我正开始算五年来哦，你这二十年所吞进的遐个薰油，对你的心脏同款也够威胁吧？唔是你戒薰就无代志呢？五年呢？五年来同款个对你的心脏有威胁无？你的身躯顶所有的薰油要十三年才代谢会掉。十三年？对啊，老菩萨。啊，这中午袂当个照相呢？当然是安尼啊。所以老菩萨，为什么今嘛现代人急心的人遮济？迄、那个你喺树啊卡咧惊鱼啊，惊，咁拍嘅，急心，向王庄拍嘅，急心啊！哦，啊，佫有个人拍麻雀，掉，即两刚刚报纸新闻，即两刚新闻报嘅，迄麻雀佮拍，佮转拍落。啊，伊是起来休困，系啦，啊，拍五卡，系哦，啊，拍五卡，伊就起来碰伊一只，啊，总急你啊！啊，大家都唔知影咧，大家都过，大家过拍麻雀安尼啊，那无像你啊，看嘛，迄人就是，一瞬间。你心中哪个无好，啊，佮加上你袂困住，老菩萨，迄是佫足危险的。心中哪无好，佮加上你有高血压，你佮介危险。心中哪无好，你佮有糖尿病，啊娘的，我白我无的，这真正实在，我替你烦恼。啊，你佮会穿，佮会穿。哦，心中哪你无好，人佮大苦。我想，我想你袂烦恼，我替你先烦恼。心中哪无好的人啊，佮年岁有啊，佮无咧运动。烦恼啊！我先替你烦恼，那无说安尼变安怎？啊，烦恼归烦恼，啊，变安怎办？所以哦，我今麦要讲咧讲，咱除了讲爱加咱的心脏按摩，变按摩，经营啊，你得安尼啦吼。好，安尼就是咧按摩咱心脏。啊，安尼按摩心脏是还阁无够，咱爱补充心脏应该有嘅物件，啊，好，咱的心脏会当正常运作。心脏有力，就是讲替你的心脏运动就对啦。哦，爱有方法替你的心脏运动。那无算，咱年岁有啊，有当时要叫咱行介远，咱也无法度；叫咱运动，咱嘛无在条。有人大个人嘛无在，有诶一个慢性病，讲一较早出去运动嘛拢无够啊，啊要安怎？心脏要哪顾？我请教问。我要甲老婆说，心脏毋是一定老大人呢。少年嘛会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四十几岁，啊，伊是一个琴师啦，伊咧弹咧弹琴啊。哦，啊，伊介骨力，因为囡仔咧读册。啊！伫高雄市，佮有买公务，早当时啊买公务算介好啊。哦啊，娶某啊买公务，啊囡仔读册，啊爱贷款啊，车啊贷款啊，厝啊贷款，所以当大概当。哦，做有责任呢。啊伊哦，
暗时伫酒店咧弹琴，啊，到透早四五点下班，伊就爱走计程车，走到中昼十二点，啊，十二点才倒来睏，佮睏到阴暗，才去酒店弹琴，安尼就对啦。大家拢是安尼啦。算上班睏，上班睏安尼。一定是日时咧睏，啊，暗时咧做工课啦。生活佫无正常、啊。变成阴阳倒换啦。有一天下班在校园吼，因为校园咱有诶老大人可能唔知影。在救吧，救吧，什么叫做救吧？好不幸啊！好不幸啊！吼，啊，再要等于爱说心中压开的艰苦，伊家诶好不幸讲，你过来开车，啊，我来后边，你给我载咧朋友，我人咧艰苦啊，安尼，迄看伊面青顺顺啊，救吧，下面拢是啥啊？大家开伊个车个载，结果去到咱高雄大同病院诶急诊室个外口，就无命。医生给他抢救，抢救用电，用电量甲电，电半点钟电未起来。所以心脏一旦啊叫骂落去吼，五分钟送未到病院，这人未活。何你送到病院吼，无一定个救会开。啊，那救开。啊，有的人是爱插工插十多年，起到艰苦啦。老婆生，一做拖磨。那老婆生是想袂到，讲为什么心脏夹起来，伊会变作植物人，好怪。因为你心脏啦，一旦叫迈开哦，哎，氧气怕袂上脑去，就脑死，他个就嗨呀，他个嗨呀，哎啊呀，啊心肝头个小小啊，所以有变植物人啊，啊变植物人啊。老婆生，迄足痛苦的，迄业障足重的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你个想，当你真个惊咯，窜，做窜的时候，你就千万唔能够背记啊，哦，会记真。哎，有诶，爬起爬到一半化救人诶，要爬起来毋是，要落来毋是呢。啊，有诶人讲啊，来去爬山，心脏较好，毋好戆戆啊。心脏也无好吼，毋通去迄个危险诶所在。你若倒向野开人，啥物救你？救袂动啊！咱若伫病路，毋着较人要该帮忙，毋得较好咯。啊，毋通去迄个有危险诶所在。哦，那无是安怎吼？包括爬山。甲心脏顾好啦，莫互咱插安危险症啦。即阵目前若是讲啊，都。哦，心脏会插、会胃、会肿，啊喘大心气，啊，你的心脏要注意啊！你会遗传吗？有哦，咱的这种遗传的体质啊，心脏不好嘛，遗传啊。是啊是啊，总共一句，咱卖好急心啦，好唔好？包括有三高慢性病的人哦。我一定的啊，你都有三高，有迄个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，这种人心脏较容易出问题。个食薰，有食薰、食酒的人嘛，同款，也是大块人，无咧运动的人，是老大人。哦，心脏无力，平常受慢性病，且老大人，包括咱身体无好的人，较无咧运动的，这拢到落尾拢心脏会袂肯定，袂安怎？顾心脏，咱来顾心脏。顾心脏哦，有足侪方法啊。那无啥，我唔知道你有较好个方法无？你若较好用恁个，你若无较好的方法，掌握一个观念方法落去，绝对万无一失，袂乎你浪费时间的啦，绝对乎你学到较精湛的。来，顾心脏，啉一下茶呢，无牛猪皮来甘保庇，身体健康，吃饱你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佩欣医师。随着疫情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型冠状病毒运动，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。除了防疫，也会当放轻松，享受着生活。而且来提醒，防疫期间，民众也是要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，譬如说用纱布来较久来洗手，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，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，就要来挂嘴安。只要维持防疫措施，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的活动，譬如讲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、加体育比赛，还是讲去郊外来走跳、运动、旅游，等等，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，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，做伙家己防疫新型冠状病毒运动。咱伫电视头前只有会人哦，咱大家爱去真哦。我手的客这关哦，足甘心的哦，咱大家人一定要甲对付掉。早暗一点就好啊，早暗一点啦。有个人咧闲啊，那加眠啊哦。烦恼加。我是安替你讲，有个烦恼加暗时袂困的呢。唔敢困。老婆说咯，你免烦恼。对。早暗一点就好。来看一下。来。非安动的哈，非安动的吼。足甘心啊，好来试试。
南无萨罗，有吃过人就知影啦吼。来，啊，这头一代叫做心脏宝嘛，第二代叫做心脏好嘛，第三代这个足感真的嘛。对，来，一罐一千啊，一罐一千块，买两罐，两千块，送两罐那个啦，买两罐送两罐。干脆安尼啦，老菩萨，你靠开，我一罐搁交你啦。爽点点，我靠，通个加一罐啦、啊。哦，安尼好。这罐是老师要照顾咱老菩萨的哟，这罐开老师的哟。没问题哦。嗯。全国你进了电视，安尼为头个转到后边个转到转来。对。类似的。那有人安尼卖你两千块，你起来卖我两万。你找无啊？无啊啦，老菩萨。这真正是张威哦，真正要照顾咱老菩萨的，我讲到遐做到遐啦。老师，你个做相啊，你个开什么？要紧啊，这我的新产品啊，也叫做步步栽啦。步步栽，好你行路会栽。步步栽，啊，你行会久，行会栽哈。来看你哈，步步栽哈。个加一罐步步栽，都要教你哈。好，来谢谢。那你新产品哦，步步栽。这罐个教你啦，步步栽，这三罐两千五。老婆生了，那你新产品？这三罐多吃一个月2500。啊，你今日唔免买，这足贵的。啊，这唔免买，这罐我先送给你吃。吃了你都闹饿了，这十公尔啦，一克啊多吃十公啊。好。哦，啊三克啊多吃一个月2500，啊你我先送你十公。好。一克啊。吃了你有饿了，你要搞我买，卡搞我买。好。老婆生，啊你今仔拢真拢赚的呢。电话卡我通，搁加一罐薄薄仔，搁加一罐足甘心。这一克啊带700-800块呢。嗯。哎，来赶紧啊！灌咱的宝宝仔啦，有加伊，嘿，安尼你就真正中滴啦。对啊，啊这无也无几位啊，我十二罐尔啦。真十二位才有哦。哦，十二位就好啦。第二位啊，第二位。来，你个第二位啥物？就做咱带你到伊。啊，第三。第三来，第三来，第三，谢谢啊。安尼两位啊啦，十位呢，全国卡十二位尔啦哈，啊，佫剩十位样啊。啊！电话赶紧拍好通啊！赶紧身体健康。0800-0100-0500，你刚才买这罐就会好啊。对。刚才买这罐就会好啦，买这起就会好啦。好。哦，赶紧啊！我再来一支。好，是恁够足感情五罐耶。啊，咱那个足感情的早唔是得倒啊。好，万无一失。你咧食任何物件，拢会使甲参照去食。你以为有啊？老菩萨，最爱顾你哈，未使无，大家拢总爱。包括用啊，包括咱张辉拢总爱袂使无用啊。有即种咱万无一失，可比是买一个保险同款。来，赶紧，0800-0100-0100第三位什么人？我唐江哦，哎、我故乡呢？你唐江多少几里啊？我伫迄落中正路遮。哦，中正的遐啦吼，哎，菜市街遐耍啦吼。来一双，来一双，一双。老街区啊，蛋黄区啊。哟，哎，中正拢多好野人。哎呦，这个还高调哦。阮东港的好野人。哦，这足感情来吃呢，还高调呢。哎呦，哎，有钱人啊，你若不啊过不调呢，那钱都过不调。我有朋友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啊。我要吃多。咱住伫倒位？在新庄。来，二双新庄试试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哎，咱倒位。咱到位，高雄来四川，高雄去做试试。0800-0100-0100的电话。0800-0100-0100。因为人个无钱人在咧顾啊，咱有钱人无要甲顾好条，你存啊钱，问导游会借伊啊。顾条恁真有财富啊，真有钱。来你啊，喂，你好，我要去做。咱住伫倒位？台北市。早唔一点倒啊？好，谢谢。做好，来一双。恭喜你，我就感情的叫未来啊，就感情的这唔免食济呢，这早唔一粒都有够。得食星星啊！任何人拢同款，早唔一粒都有够。你食了，你就感觉讲哦，我人安稳，啊暗时好困，哦啊人未安尼安尼，都未烦恼，未安尼无爽快，都未烦恼，讲无未来。啊无，有诶拢闲啊，哪敢未哪？烦恼敢唔敢困？哎，那未当咱开着海盐。咱高雄就贵妇哦，哎吼，伊食咱足甘心，食咧鹅肉噶。我那你那个黄大嫂，蛮鹅肉噶，来我试试咧，搁六分钟诶。最要
六分钟。哦，这时间该漫长。喂啊！喂，喂，你好，嘿，喂，海南岛喂，哎，我台台北，台北啦吼。嘿嘿，我相信你，你昨天唔捌食过这组啦，这组价钱，哎，老大人食了这组。真正要讲啊，卡古都同意。来一双来，谢谢一双一双。张伟不了别讲话啦，啊要分家规嘛，都要有条件啦。哦，老菩萨咯。当然哦。哦，张伟个突然讲，老大人都闹这组就对了。足感情。伊卡古都同意。对。所以你那爱偏偏老伴哦，你也看，哎，有咧食，卡无咧食。尤其因阿妈个未啦。哎吼，哎真正，哎日子咧过得无咁快。你即卖会烦恼个，你个赶紧食哦。来，啊个五位呢？专台湾总出五位尔。关系哪来？你好。喂喂。哎，南投位。嘿，温州上山。来，二双，来二双。二线。二线。再聊三分钟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。最后搁出五位，出六，出五位啦吼。最后五位啦，好生。都无错啦吼，啊无寒人要教啊呢，搁剩五错尔。寒人要教啊，老菩萨，恁无讲袂使。这你搁做了卖啦？哈，又叫寒人要教啊。咱逐工逐工拢爱用到的啊，这逐工拢爱用到的。哎，你好啊，喂，喂 ，Hello， 喂，哎，你好，咱到位。我也应该了，我都有卡的。啊，有卡那阿别装啊。啊，我这样就是要订一只。来来来，一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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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今天无订，今天有卡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哎，我懂你，我几多？好，好，来二双来，谢谢。哎，恭喜你，我今天拿钱给你们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来几多？咱多少？冰冻。来三双冰冻，谢谢。这吼价格拢同人娱乐的呀。有啦，迄个有价的你就知影讲张威哦，今仔唔是咧分家贵的，来你好。哎，你好！哎，我叫闽良，闽良啦吼，哦，这组食得到的老大人，我该学了，来试下，谢谢。尤其咱这边哟，天气愈来愈寒冷，三日温差介大，咱就感觉过掉。这个咱两字也当形容啦，对，两字。没有钓，叫福报啦，那无散哦。那这就有福报的啦。所以偏偏老大人，你最爱看，你有咧食，甲别人无咧食，别人对你袂对啦。啊，真正。哎呀，啊，你好。哎，哎，我叫一组。哦，一个对一组。哦，来一双，来一双，一双。那要叫做感情，啊，要先高调，看免烦恼。行啦，行啦，行啦。所以老婆婿，你嘛爱赶快爱吃，叫起工来吃。啊，搁剩一分钟呢。最后一分钟。这一分钟了，我得咋子啊？那个无优待呀。老婆婿喽，电话赶紧拍好通，身体健康。我都讲起了，钱问导游袂吃的，得爱身体够健康才是实在啦。老婆婿喽。来，赶紧，我再来试试你啊！剩一分钟尔咧。张威，这个人你就知影吼，我咧讲话有较直接，啊，这忠言逆耳。为了老婆三好、哦。啊，你这通电话拍有通，我讲安尼真正有福报。有智慧。我不甲无报就差你先了呢。一通电话改变咱的运命，最后一分钟，空不空空，空一二五八九啊。咱台北一个，就啊中部一个，南部一个，多存三位，多三位多好。好，就是你老婆婿，什么人做代表？何老师给你照顾你的身体，嗯，这袂当是卡做的，啊，袂使，是卡错，算是卡错，就是不能错过啦，袂当有一点吗？是卡差啦，是卡错，哈哈，你是无性的，我台湾人，你袂跟你们老母问看，你是什么老母？我土生土长的土酸样，到底我性的，无看讲话。土生土长，我没我没来，我老师你有电话冇人接，阿杜老哥接到来了。喂喂，我要几多？好来，一双来，谢谢。我给拿出两位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，张伟老师呀。你好，我是你好。好，你好，我要几多？好来，一双，谢谢。纯粹要几位？来，你好。喂，端端。来三双，谢谢。你冇剩我两个纯几位？搁几多啦？来一双。来一首，大哥，七号，七号的呀，是哦。板桥郑小姐点播歌曲，伊讲伊见唔到人啊，见唔到人哦，系啊，来说，见唔到人个辛苦落去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才唔见唔到人啊。
来，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咱朱伟先生台的，咱这量力红利哈。大家对着咱母娘的这个精神的发挥，都非常的支持啦。嘛，足虔诚。因为张伟是阿母的囝，啊，张伟咧替阿母做工课，讲开就是讲阿母照替啦，哦，照单张伟的替，啊，伫咧发挥着伊的精神。所以今仔要来发挥着母娘的精神，这毋是我一人力量做会到。啊，都大家拢安尼到扶持，一个月100块都唔免借，安尼扶持，安尼咱阿母的香火旺盛，伊会当来保庇真济人，会当来做真济工作。不过讲咱老菩萨功德介大，对啦，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因为咱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吼，那边金甲册个一工3块外钱啦，吼。做少个呀，佮当做功德啊。咱老食薰的、食槟榔的、啉烧酒的，哪较欠的，规家伙啊都拢保庇会到啊。有人讲啊，我若要扶持，要哪扶持？扶持哦，你都会记一电话拍来公司，你也有拍来哦吼，留下你的地址、电话、姓名哦。啊，看是要3个月，啊要半年，还是要一年？拢总可以。一个月100块嘛，哦，啊，咱就寄单给你啊。然后呢？你西门全家 OK 来尔富得当立吧？你唔免签名，唔免登印啊，唔免收消费。啊嘛，免走邮局，啊免走银行。啊，我无派人去给你收。啊嘛，无卡电话给你过目。爱注意哦。哦，一只龙虾。那么啊，今仔日就免啦。哦，今日唔免啦。今仔咱好吃嘅人数有够啊。哎，足圆满咧。所以老婆仔，咱今仔就唔免好吃啊。哦，咱今仔好好做功课就好。恭喜大家。啊，真感谢恁。好。哦，咧好吃介好。对。哦，恁今仔有好吃嘅人，你会记真。那出来面有老大人啦、啊。身体不好的啦，囡仔怕油吃的啦，犯小日的啦，徛起袂平安的啦，起起卡卡头脑袂顺时，这拢足好啦。买当用公司名号。对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喏就唔免好吃面啦，会当开讲啦。好开讲咯，开讲时间啦。会当开讲啦吼。你兼老师讲一下要。啊，是要好母啊，跟你讲两句啊好话呢。好，这样呢介好啦。对。来啊，电话甲泡通下。来，即马有两分钟的时间，娘娘。来，赶紧来，你好，喂。你好，嗨，张老师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要来扶持啦。哇，你很好，来一刷来一刷这些。你看恁有够的时阵，恁总在庙都会用过冬的。天哪，好手今仔是有够啊啦！啊，你若像今仔日。迄、那个我著甲伊刷过哩，计工，因为今仔有搞咱刷过过计工。同款工资计多。同款啊，同意思啦。来，你好啊。哎，老师。你阿叔。张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谢谢呵。学姐。哎，老师。我昨下讲的拢无够伊呢。嗯，来小等，我转来你小姐跟问一下，来你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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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你好。哎，张阿姨，哎，阿英你好，李生，对啊，您演早的歌有收到啊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你好。喂，老师，跟母牛啊吼，讲一好话，阮早孙哦，乌青牙酸接话，伊较听话咧。啊啦，母牛厝边该保庇啦，啊，身体健康，食饱你啊。来，你好啊。老师，我曾经是，是，拜托讲好话一个，拜托母牛。母牛厝边保庇啦，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食饱你啦。啊，你代表囡仔得啦吼，哦，安尼平安无代志，啊，赚大钱啦哈。来，你好。哎，老师你好。嗨。我听阿婆讲，阮囝讲着好个正量啊。哦，无用慈悲甲正量啊保庇啊。哦。好身体健康，食饱你啊。哦。好赚大钱啊。哦。哦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张伟老师。嗨。我要请无娘甲讲一个好话咧。无娘慈悲甲咱台北个张兰哦，保庇哦身体健康，食饱你。哦。哦，啊，恁斗钱介济啦哈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张老师你好。好，你好。我听我怀念葛太太。哦。要听母娘来甲我讲好话。哦，来啊，母娘啊，慈悲甲你保庇啊。有哦。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食饱你啊。有哦。啊，囡仔时时平安多赚钱啊。有哦。好。来，阿兰来做功课来。
主席，张伟，你再来恭请到咱母娘主比主公普照来跟保庇哈。在咱这个新北市罗州区永乐街39号四楼，陈道淑珍，这目前住在咱高雄永总陈燕珍，彰化县观音区山卡路一段48巷二弄58号李素珍，彰化溪湖镇东寮里顶新北街四号董玉露。新北市土城区顶福里中洲路27-70号五楼萧殿时，再来高雄市小港区汉威街33-22号简志廷，再来咱是彰化中街二栋大楼13楼13K16米床辽宁永悦。新北市五股区生态路3段193巷2号3楼何树强潘慧君啊，而且恭请着母娘慈悲来给保庇。欢迎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都顺顺利利哈。过来，咱再有请一位跟咱母娘中间照明来扶持哈，一个月100块，功德非常大啦哈。屏东市蔡秀英6个月，嘉东乡甘秀丽5个月，桥仔头区詹秀金5个月，盐埕区蔡胜仁6个月，盐埕区蔡正凯6个月，盐埕区蔡正典6个月，小港区。甘碧欣6个月，小港区甘碧君6个月，刘文和6个月，林阿区刘家宏3个月，林阿区苏阳洪卓3个月，坚定丹凤娥3个日，坚定黄敏琪3个日，台中东区王喜官丹海清国6个月，溪州乡咱中华溪州吴家辉5个月，中立。单桥明12个月，孤山柯如峰、柯廖丽芳共6个月，五股何树强、潘慧君共6个月，土城卢金兆、杨金莲共12个月，功德无量哈。张伟家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哈，我哩会当正福消业、消灾延寿、前途光明、财源通、地位开通、逢凶化吉、改恶成善。在完工一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气充满。老母娘主公普照，保佑身心大德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光彩，合家平安，事事无灾，祝咱大家大发财。咱今物来进行对咱的智慧容易。手把青鹰插满殿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如今清净风为多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台湾，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，而且非常感谢，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。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师大好朋友，咱诸位神仙大德、诸位菩萨、诸位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，也得含咱做伙伫咧做这个功德。小等请各位接下今日这个功德，咱来回向乎天顶伫咧杯、土卡伫咧扫、水灵伫咧受一切众生，也请把今日这个功德回向乎在各灾民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。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，也请把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，咱的阿公、咱的阿妈、咱的爸爸、咱的妈妈，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去年来收念珠，咱请个念珠请起来，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，心宽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来延续的咱的。张宏的话题啦，张公告到这个修行，修行首要就是不自欺也不欺人啦。我们能欺骗家己，也蛮去欺骗别人。这个无量寿经有讲到，这善护三业，第一就是善护咱的口业，这个意义足深啊。因为心口意造业，这个口业上该容易犯的啦。你所做的是上界多上界严重的，所以佛把它摆在第一条的、第二就是不良识，不良识就是说不要挑拨是非啦，
忙讲这个面头前讲遐，迄个人面头前讲安尼，哦，头前哎，这个头前面讲安那，背后讲安尼，哦，安尼都无绝对袂使安怎，哦，上界上上恁的性定啊，有一个有真济诶人哦，诶，嘴足歹，伊啊话听听咧，啊，官贵都无同款啊，哎，讲咧想哦，诶，想头壳遐一空啊，真诶哪想哪食力，唔是安尼，人都爱实话实讲啊。有就讲，无就无啊，卖讲，甚至免讲嘛，无啊紧啊。所以真侪人会动罪，罪业拢总是对家生起来的。哦，无种信仰啊，一句话变三句，三句变十外句安尼啊。所以十心因为一定爱防止，别人的秘密不但咱未使去甲探听，连听都无爱，我都无爱听啊。别人甲我讲，我嘛无爱。哦，安尼安怎？你叫伊慢个讲啊，咱卖听就好啊。迄就是讲听你不闻啊。你讲啊，我拢听，但是我也点头，但是一字都拢总无入去安尼，这个真耽误啊。哦，你讲我拢听，哦，啊，结果一字都无留咧，都无入去，迄叫做视而不见啊，听你不闻啊。所以呢，诸佛菩萨啊，也当你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这就是咱树立佛当中的动树立，这个本书真悬呢。这是甚么款的功夫？你知无？这叫做十二因缘呐。也这个爱处有，加着咱一切众生动树相处。这个爱啊、哦，有这个处，无有有，有就是咱阿赖耶识里面的境界啦。哦，咱的六根接触到这六尘，心观内不落任何的印象。所以无落下了就这政治，这就是上界高明的一招啦。一般人讲啊，讲不走心啦，哦，心继续清净的啦，啊，看到哦，继续这代志继续好，先看到这些好代志先事，哦，伊就足认真来去学安尼。看到人的一个不善呢，就完全无甲忌惮心肝内，无落在咱的恶来也心内面。所以安尼呢，才会当得到这个法喜。啊，得到这个平安，哦，人生活在这喜乐当中，就未来破病，哦，啊，那无容易老，哦，啊，病对对来，对咱规工里啊里啊搞操烦，里啊忧虑，里啊烦恼当烦恼西，里啊烦恼来，人有忧虑牵挂烦恼，就该容易操劳啦，啊嘛该容易破病啦，那无啥咯，你无感觉你看我节目心情好开，病就好一半呀。如果能够加上有一个健康方法好你，加一个观念方法，你身体一定健康的。所以生活在咱这喜乐平安的这境界内面呢，哦，咱就无容易破病啊，啊，也无容易来衰老啦。这就是咱今仔学佛第一个要得到的好处。你要做功课，就能得到这个好处，啊、哦，就是这好处非常的现实啊。只要你有认真修学，你决定得到，你。得到无困难啊，这个是上界浅的功夫嘛。你得到了后，啊，就会有这个法喜充满，自然你就会永命精进啊。因为你已经有去持到啊。哦，学佛诶，有个人是安那呢？愈学啊愈苦恼，啊，迄就是无得到法喜，无得到平安啊。换一句话来讲哦，修学不如法啦，含着佛法的一个理论方法，决定修为不者安尼。如果你修法啊，诸法，无论你修学到一个法门啊，你决定能得到这个平安啊。我时常伫咧讲啊，咱会当去勘验到咱家己的功夫。三不五时啊，那试家己的功夫到倒位呢？哦，灭毒诸见诸见烦恼，意思讲特别讲的，就是这个见性啊，见的就是错误一个见解甲看法。所以咱今仔这几年。啊！你看新加坡有真济无同款的宗教，伫咧往来哦，啊，即个宗教拢总做热心咧做一寡社会慈善的事业，咱看到嘛，替人足欢喜嘛，真较尊重啊！哦，咱依着财物来协助伊啊，有真济人无家己当作一回事，但是这境界就错误呀！还佫有人咧问讲，为什么要来做？为什么要佫摕钱去福音？哦，咱来甲大伙讲，佛。甲咱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嘛，不管是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，不管是甚么款众生，拢总是同款爱甲度，哦，同款爱甲供养，
拢总爱啦，啊，拢爱啦吼。时间的关系，今仔讲到这个，今仔即马做回向，总爱人做，请对我人做吼。愿以此功德，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，像这样啊，咱个地放开，这两嘴、三嘴、五嘴甲吞，未执着完就爱记一笼，吞一嘴，未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您。就不能看电影，就看上电影玩，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如灯化，斑斑祸患似水消。佛愿保留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红山文化节点播歌，夜夜为你来视频。
爱。